数据，呼叫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 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
哎呀妈呀，是磊啊！熊叔被抓那事儿，你明叔，这通讯仪给他标好了，我亲自抄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，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哎，那啥，雷哥，要不你试试旁边这台终端机？ 大力神，大力神！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驱逐舰区禁止闯入。 那个随便终端机的家伙不是已经被抓了？老大怎么还让我们上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哼！钻头现在可被严密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如何去探？回去找个消息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 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家。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钩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。谢了。 吴师傅也真是不服老，你也来一瓶补补。